早上早好。上好，大叔，你为什么没穿衣服啊？哈，还不是因为你。哎，有个神社，阿淼，我们去参拜一下吧。阿淼，再稍微往右一点。再拍最后一张。拍好了吗，大树？哇，这个好有趣啊！好可爱呀、啊！哎，阿淼，你看，是温泉。这么大的池子，你别靠我这么近嘛！大叔，这怎么了？大叔，你可要把持住啊！阿淼，这位客人应该过一会儿就会醒了。如果有其他的事情，请再吩咐我们。好，不好意思啊，给您添麻烦了。你醒了，没事吧？哎呀，刚刚吓死我了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大叔，好渴。那我就先退下了，请好好休息吧。哦，好的，谢谢你。哎，幸好没出什么大事。阿淼，你在干嘛？难道你喝酒了？那不是水啊。阿淼，你醒醒！那就是水。大叔。不！怎么回事？什么情况？这个不能吃，弄坏了要赔的。谁来救救我呀？大叔，你不穿衣服不冷吗？好过分！你还敢说，都是你干的好事。